等几号公车？508。对，508。校外教学。你们现在要干什么？今天要跟我们吃的虾虾。赶快啊！时间限时只有15分钟哦。你给我，你看。放在虾子前面，不要动。那有一只，好好玩的。好，叶龙，叶龙拉起来。拉起来。为什么都钓不到？到了，怎么掉链了？加油加油！拉起来！快一点！快一点，不要掉！可以不要掉我这一只。峰姐自己找一只啊。差点都要掉到，峰姐这边有一只，我要那一只大的，那你那只妹妹在掉了，这边还有一点，峰姐这样他们妹妹也掉不到，先让妹妹掉，好，老板掉开，这个是峰姐你要忍耐，那一只很爱吃哦，你要把那一只掉下来，我知道他在吃，他吃了，有你在呢，宝贝，好，妹妹可以拉起来，妹妹可以拉起来，妹妹快，啊。妈，我要钓这一个放很多鱼的地方有一只。有了，快点把它拉。给妹妹拉回来。等一下。妹妹，你钓那一只橘色的好了。我不要，我要钓这一只。妹妹，一只受伤了。妹妹，妹妹，你不要挖鼻孔，妹妹。真正小妹这边有躲一只，妹妹这边有躲一只。哎，老公，我看一下虾，妹妹虾子。我看一下虾子，我看一下啦，两只哎，对呀，怎么掉？等会放进去了，放桶子里面了，放掉。这里来，妹妹要盖，给妹妹拿去。妹妹拿妈妈的，不要了，不要。好，姐她被吓到了，天哪，一见鬼。这是我们这边，那只卡住石头是掉不起来的，这边这一只，那边卡掉，后面有一只，不大，好，你要掉起来，什么都没掉起来，怎么拿？一只好漂亮，啊，好漂亮！
要看都不看的，他要看什么？你现在在闯关对不对？现在干什么？第八关青蛙章。好吃吗？好吃。吃看看新的。繁星草哎，繁星果，小瀑布哎，好漂亮啊！耶，快点，它有印章哎！这是第九个，对，瀑布区的瀑布。第十关在这，妹妹你好强哦！第十，哇，妹妹在兰花新世界发现的第十号印章，会吃了，你看到处都是吃的，又还要喂它，它已经在吃的很高兴了。我要看看它的饲料长哪样，蜻蜓。哇，切到哪？妹妹还有一本，蜻蜓。小心不要跌倒。
来在前面。看我发射。这只是谁帮你夹的？爸。我也有帮忙夹一点。心中失败。有爸爸帮他辛辛苦苦夹的，然后有新的就不要旧的，好可怜的 Dobby。 只有你一个人玩那个不用玩吗？哪有这种？
哥哥他们在玩斗鸡游戏吗？跑走好不好？带着跑。全部泡进去。
心倒。展开，展开，展开，然后跑，跑，跑错地方了。你跑那个，它这样一吹就碰到你，就破掉了。跑错地方。全部粘好，然后轻轻的拿起来，打开，走反了吧？你在干嘛？你有什么障碍吗？我来好了，真上不下去。
是猴啊。妹妹，问我，你是泡泡龙吗？你是泡泡龙对不对？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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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噔你脚不踩，你会动。
开这边啊，开到前面的空地。把蜜蜂当作蝴蝶，然后就两只手。